外国的小朋友都在学，但是我们啊，学校却从来不教的26个字母的发音歌，你只要学会了，就能做到看字能读，听音能写。今天李玉老师带你一条视频教懂，这条视频啊，至少值10000块，一定要点开小红心收藏起来，并转发给咱家的孩子一块去学。A A I I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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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 C K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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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E E A A F F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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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 H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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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J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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 K K L L O O M M 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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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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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 P P Q Q 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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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S S S T T T U U A A V V W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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X X X 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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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Z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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不是超简单呀？学会了吗？学会了给李玉老师点个小心心呗。我是李玉老师，在上海教学第13年了，从今天开始每天早上7点半我都会公益直播教英语。如果您家的孩子学英语没有兴趣了，不会背单词了，阅读读不懂了，都可以点击下方预约按钮，带孩子来我的直播间，我让他轻轻松松学好英语。